好，那这个地方边界跟背景很简单，我们前面做过嘛，所以格式啊，这边有个背景，那这边进阶上跟左都零，好，这一样。然后背景图的话在这里，它背景图要哪一张呢？02什么？020按开启就好了，好，按确定，这样就完成。再来的话就那一张图，所以我们先不要做。接下来我们看那个 title， 然后再来就是这张，后面就是这一张图，等一下来看。在 main 的部分有没有背景图0202，然后再加入这个一个63，好，6×3的一个表格。所以这里的话，我们第一个动作先格式背景图先加0202，好了，然后再来的话6×3